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放掌。拿起《大乘白法明门论》经注。我们今天继续讲，上次讲到第五页，第五页讲到倒数第二行。故说一切法无我，啊，这里。接着看，若了达一切法无我，如就是说，你如果悟了通达，了达就是悟了通达了啊。一切法是无我的话，即不妄执妄计一切法，啊，那你就不会妄，就是虚妄。虚妄的执就执着，虚妄执着，计。上次讲过这个计啊，计就是虚妄分别或是错误的认知啊，就不会错误的认知一切法啊。计就是再写一次哈，错误的认知。如果以英文来讲的话，以英文来讲就是 miscomprehend， 看得清楚吗？太不黑了，这一部不要。所以计就是错误的认知的意思啊。那如果了达了一切法无我，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错误的认知啊，因为没有错误的认知啊，所以就不会虚妄执着。那以智不执故，因为自己不执着的缘故啊，即得解脱，就会得到解脱了。不执着才能解脱嘛，不执着就是放嘛，对，放了就解脱了，啊。然后自得解脱，亦解脱一切。那么自己得到解脱，也能够解脱一切。为什么？因为你执着他人的话，他人你自己不得解脱，他人也不得解脱啊。你一放了以后，你解脱，他也解脱了，这样子。这白法最先可分为两大类啊，这大乘白法最一开始啊可以分成两大类，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为跟无为，有为法跟无为法啊。那有为法中呢，又可以分作四大类啊，就是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所以有为法里面啊，什么有为法？我们上次讲过，有为法就是世间法。那么这个有为的意思，这为就是造作，就也就是说有生死、有生灭、有生死流转，就称为有为。啊，这个世间法呢，又可以分为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啊，那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啊。那有那个表，你们看一下第六页哈，就一切法下面分两种，
第一个是有为，第二个是无为，然后再来是有为法分作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啊。那这个心法、心所有法跟心不相应行法这三种呢，都是精神的，就色法是物质的啊。接着看第六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一切法无我，就是这一论，就是白法明门论的总纲啊。接着看注释哈，就是第六页的最后一行，何等一切法？什么是一切法呢？那么一切法是包括哪些呢？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啊。云何？看第七页了，云何为无我？云何就是为何啊，或是为什么，或是什么都可以啊。什么是无我？为什么是无我？为何说无我？说是谁说？是佛说。为何佛要说无我呢？啊，这个无我包括两种，一种是人无我与法无我啊。那以无我即是空啊，所以二无我，也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就又称为人空及法空。还有呢，我就是主宰的意思，因为五蕴和合的人中啊，因为人是五蕴和合而成的啊，那五蕴和合的人中间呢，并没有一法可以主宰这个身体，所以称为人无我。那法中也是一样，在法里面呢、啊，是没有任何一法是有主宰可以得的啊。法譬如说什么呢？譬如说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都是法啊。那么色受想行识，色就是身体啊啊，我们这身体有没有主宰？没有主宰啊，没有人能够做得了主，所以叫做色无我啊。那么受就是感受啊，感受是什么？这个受是挺重要的 啊感受。你说哎，我今天觉得很高兴，这个觉得就是感受啊。我觉得很高兴，那就是乐受。我今天觉得很难过，那就是苦受啊。那我今天觉得很欢喜，那也是受，也是一种乐受的之一啊。所以这个众生为什么会落于生死，最主要就是追求快乐跟逃避痛苦这两件事，对，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快乐。我们每天不管是工作也好，不管是娱乐也好啊，那都在追求什么？都是在追求快乐啊啊，乃至于你从事种种的艺文活动啊，艺术啊，文学啊啊，乃至于运动啊，旅游啊啊，乃至于说参加法会啊，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寻求心中的快乐，是不是？乃至于你去唱卡拉 OK 啊，去到店里面去吃东西啊啊，打牙祭啊，吃大餐啊，干什么？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对不对啊？那么只是快乐的对象不一样啊啊，看电影啊是眼睛得到了眼的快乐，然后吃东西的时候舌头得到快乐，肚子也快乐了，对不对啊？那来那这个追求性的满足啊，那也是一种快乐，那就是身的触的快乐啊。所以人一天到晚忙来忙去干什么？就是希望要追求快乐啊。所以可是快乐又不常住，对不对？你满足了以后再多的就不快乐了。比如说人家请客，你吃得很饱以后再要你吃就不快乐了。那有的人是喝酒，那么
你可以喝一点酒，如果没受戒的人，喝了一点酒，但是在喝多了以后又跟你灌，就不快乐了嘛，是不是？所以它都有一个程度，那么所以那个快乐呢，不是恒常的，过多或过少都不快乐，让你吃得不过瘾也不快乐，啊，无够亏啊，所以。众生忙来忙去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那个受啊！所以我们所修的，我不是有一个讲快乐论吗？那什么是快乐啊？快乐就是一种感受。那么那感受怎么来的？感受通常以凡夫来讲，都是自身呐、啊，用这个五根去摄取外面的五尘，然后摄为己用的时候消化它。得到的那种感觉，如果是顺你的意的，就称为快乐。但是有时候也不顺意啊，这个你摄受的结果，譬如说你去看一个电影，就看了半天，就觉得很窝囊，那就不快乐了嘛，是不是？所以本来为了要追求快乐，就不快乐了嘛，所以顺意的就称为乐受，但是人没有办法常常都是有快乐的。那因为那些快乐的情境都是有因缘，而且要符合这正正好，跟你的脾性啊，跟你所需要的量啊，都要吻合才有快乐。所以佛就是看到这个受字啊，这种感受啊，对众生的重要，所以在这个心法里面特别提出一个受蕴。因为那个有关众生的生死，众生就是为了追求种种快乐，然后，那有的是真正的快乐，有的是虚妄的快乐，有的是颠倒的快乐，那众生就是为了追求这个快乐，而这个天天在那边打拼，那比如说，有的人就追求，我看嘞，对不对？但是那些大企业家，有的大企业家，他追求的。不是说他的，这个财富的多少了，你知道吧？他的快乐不是得到财富的多少，因为他的财富已经没有办法算了，你知道吧？不能用手算了啦，那用电算机都要算半天呢。他的快乐是在于他怎么样经营他那些钱财，然后用那些钱财去买得更多的钱财，然后他经营成功，乃至于。这个怎么样支配他的员工？那他可以支配得很好，然后营运成功的那一种快乐，所以不那个那些大企业家已经不是在追求金钱了，你知道吧？那等于如果我们换一句话讲，就是一种金钱的游戏，以及金钱所衍生的那些附带的价值，不是金钱本身的价值了，而是附带的价值。所以他企业家追求就是这样的快乐，但那种快乐就是，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很虚妄了，对不对？而且那种快乐，有的是看得到，有的是看不到的，有的看得到是，有的看不到是什么？怎么能看到？就是看着那股票的那个曲线，看，哎，我又上去了，又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是吗？是这样子的，所以，那因为众生所追求的，就是乐受，然后所逃避的、所不要的、所要去掉的，那就是苦受，所以这个受字特别重要。那色法是很难改变的啊，这个是报身嘛，那个正报身，这没办法改变。当然了，可以 improve，改进，比如说以。运动、饮食、营养、卫生，然后去改变他的体质，改变他的状况，但是大体不会变太多。可是这个是色法哈，这是身体，但是那个心法就很不一样。心法你可以大大的改变，但是要能不能改变要看缘呢，要有缘分要有善知识。的指引，最大善知识当然就是佛了，
啊，善知识以及佛经啊，还有三宝啊的接引，色受想，那，想为什么在第三个呢？因为你要晓得那个受是怎么来的，受是依靠想来的。同样的一样感受啊，但是你怎么想，你怎么想才会有怎么样的感受。譬如说一件事情，你做乐想，做乐想啊，就是把它当作一种快乐来想，就那就会起乐受，做乐想就起乐受。作乐想就起乐受啊，那可是那个作乐想那一件事情不见得一定是快乐的哦，只是你这么想而已哦。譬如说呢，譬如说我初一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疯足球啊，然后每一天呢一下课就抱着足球到操场去踢，那踢得累得半死呢，觉得很快乐啊。然后大太阳下，然后那个星期天呢就抱了一个足球啊，然后就绕操场跑操场，那他很累嘛，对不对哈？可是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把那件事情做乐想啊。然后抱着足球呢，那我们校园里面有很多树嘛，我就带着球绕树啊，这样绕来绕去，左绕右绕，然后就 S 型绕，然后就那如果能够绕得很好的话，就觉得很快乐。那可是你们旁观的人看，那有什么快乐，对不对？这个累得半死，对不对？而且大太阳下啊。但是我把那件事情当乐想，哎，然后甚至于这个还没有什么了，就自己就拿一个球对着一个墙壁踢过去，它弹回来，然后再踢过去，再弹回来。那踢过去弹回来的时候，要设法把它定住啊。有时候它弹高了，要脚要翘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啊。有时候是直的，比较低的，然后要用这个，比如说。有时候又用那个脚的内侧把它定下来，有时候用脚的外侧把它定下来，等等啊。有时候就用这个肚子这样一缩把它定下来的哈、哦。那有时候就用肩膀这样一歪把它定下来，这样就是练这个玩意儿啊。因为我在高中是足球校队啊，那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自得其乐，就作乐想，你知道吧？但是那个有什么快乐？你们在看的话，这有什么快乐？也很机械嘛，对不对？但是我就自作乐想，所以就觉得很快乐，这样的，哎，乃至于种种运动啊，种种的这个活动都一样，都是因为我们把它作乐想，所以有快乐。譬如说我们这里有学书法的嘛，他拿起笔啊，他就写，哎呀，就学得很快乐。可是我告诉你哦，我就最讨厌写毛笔，哎，写毛笔对我来讲是一种最大的这个受罪，哎，我从小这个写毛笔的时候，一写哦，不只是纸上有墨而已，哎，全身书包都有墨，哎，就知道我那一天学校上毛笔课，哎，所以你就知道每个人性向不一样，然后你会以什么为乐，你知道吧？啊，那所以你作乐想，所以。得乐受啊，那，色受想，然后行呢？行就是心行了，那所以就变成倒过来了。受是从想来的，想是从行来的，行是什么呢？行就是心的那个运作，叫做行。行 ，working 嘛，行啊、哦，这个应该要写好一点，要拍进去。
我们动身为什么会有感受呢？会有感受呢，是因为你怎么想，你怎么想就，你若以乐来想，把它当作快乐来想，就得乐受；把它当作苦来想，就很苦，就是苦受了。那譬如说什么，我以前这个读中学的时候，然后读书读一读，就会起来做什么的，做伏地挺身，跟兔子跳。自己就在那边跳跳跳这样子，觉得那就觉得很快乐，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人教我，我就自己这样子，所以这很奇怪，你知道吧？啊，那我因为觉得把它当乐想嘛，所以就有那种快乐啊。所以受是从想来的，那想是从哪来？从行来的。行是什么？行就是心行，就心的那种运作，行就是运作的意思啊。那心这个是整体啦。然后心行怎么来？心行是从心事来的，心事就是心的本体。好，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这个是心体，这三个是心的作用啊。那，从这个心的本体跟心的作用来看，哪一个是？能够做得了主，都做不了主啊？为什么？你对某一件事情，要觉得快乐，这由得了你吗？由不了你，你知道吗？譬如说，你为什么喜欢吃红豆？这没有理由的，你知道吧？我就是喜欢吃嘛，对不对？啊，你为什么喜欢吃橄榄？我为什么我那我很讨厌吃橄榄？这个都没有理由的。这就是夜习力，所以夜习力是无明的，你知道吧？好，那么所以你喜欢吃橄榄的那种，就是一种乐受，对橄榄有乐受啊。那因为你对吃橄榄的那种咀嚼，它的味啊等等啊，那起乐想啊，那为什么会你起这个乐想？就是因为你的心。当你在咀嚼的时候，你的心的那个运作，的过程啊，的那个整个过程，让你起那种想法。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作的方式呢？你的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作方式？是由于你的心事，你的心事里面储藏了一些业力在里面，没有办法，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分析解释了，整个在那里，那个业力的推动啊，在你的业识里面推动。让你产生那样的，让你产生那样子的心情或是运作方式，好，所以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什么会感觉快乐，不快乐，都由不得你。乃至于说，为什么你也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你就很忧郁，乃至于甚至于得忧郁症，躁什么症？躁郁症，为什么？以你的条件来讲，应该是很满足，应该很快乐的人生嘛，对不对？但为什么你会得躁郁症？你为什么觉得压力很大？那个很多的时候是由不得你，那个就是你自己所修的业力的结果。所以你心里面又怎么想？这主要不是由于外境，所以不要怪外境，完全是自心。所以，我们修行人这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那就了解自心跟外境这个中间的这种 interconnection 跟 interaction，就互动啊，所谓的互动的那种关系啊。然后了解了以后，不是外境有什么问题，而是你怎么样去 take 它，而是你怎么样去摄取它、对待它。所以。如果因为同样的外境啊，有人没问题啊，你就有问题。为什么？有一些人有问题，有些人就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的人，就是有一些是就说，正常的，或者说是他是业力的关系。所以主要不在外境，所以不要 try，不要想要去改变外境，因为外境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能够改变的是改变你自行，那可是你要改变自行怎么改变就很难了啊、哦，那就叫转变你自己的业识啊、哦，那这一步一步来，那你越了解越多，你就越会做这样啊、哦，所以这中间讲到最后呢的一个诀啊，要诀啊，是佛法修学的总要诀啊，就是一个转字啊。哦，转世为智，啊，转世为智，乃至于转烦恼为菩提嘛，乃至于转，如果是出家人的话，就转法轮也是转啊，对，转法轮度众生，都是靠这个转字。但是要转法轮度众生之前呢，自心要能够转自己的业识。但是你怎么样能转？你要对整个这个情境，自心跟情境都要了解，要不然你不了解你怎么转，是不是？所以必须要解，要了解。嗯，那解是怎么来的？解是由于慧，智慧，因为有智慧所以能够解，因为解了所以能够转。好，接着看第八页，所以我再重复一次啊，我不是说我决定要把这一部经啊好好的讲，讲很清楚讲的。所以这样一讲的话，就不只是讲相宗而已啊，这个整个全体的佛法了啊。看第八页了，五位，五位就是那个这个白法哈、啊，就是一切法、啊，它分为五个重要的分类，就五大类啊。看论。论就是论文了啊，白法名门论的论啊。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心不相应行法，五者无为法啊。那先把它顺一下啊，经文。一切法者，那加几个字就是这宇宙间的一切法，所有的法，这宇宙间的一切法啊。略就是大略。大略的有就是区分共有啊，区分为五种啊。那哪五种呢？以下就是第一种呢，就是心法。那心法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精神的，精神的法啊，精神界有情的心啊，精神界的法叫做心法。第二个心所有法，心所有法就是有情的心的运作内容啊，因为你的心你怎么样去运，怎么运作，它怎么样 work， 那这个叫做心所有法啊。啊，然后三者色法，色法就是物质界，物质界的法啊，也就是无情界的地水火风山河大地，这个草木瓦石，这些都是物质界啊，就是 material 啊。那第四种是心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也是行，主要就是那个行字，也就是它也是一种心行，心的一种功用啊。只不过它跟那个心王，有一些条件不相合，所以不相应啊，这个下面会详细的解释。第五个就是无为法，为就是造作的意思啊，这上次讲过了。造作是就是制作、制造啊啊，create 或是 manufacture。那但是这个无为法，它是个专有名词。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详细的讲啊。因为关于无为法，一般就很有误解啊。好，我们看注释啊。不要，我们翻回去那个图表第五页，那国字的那个第五页啊，就大圣无畏白法表，看到没有？
啊，第五页，最下面有一切法，对不对？这一切法什么？你可以比较这个世俗一点，或是臭屁一点的，加一个宇宙间，宇宙间的一切法啊。那么这宇宙间的一切法分作两大类，一个就是有为法，一个就是无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呢？就是世间法就对了啊。世间法或是凡夫法也可以啊，凡夫法。那么无为法是什么呢？无为法是相对的，就是出世间法了。出世间法是什么法呢？就是圣人的法。所以刚刚讲凡夫法对不对？你可以写一个凡夫生死法这样的啊。然后无为法就是圣人法，对不对？圣人什么法？圣人解脱法。啊，所以这个宇宙间的一切法就分成这两大类，然后这两大类再分成五大类，就是最上面标题的五位白法。那么第一个心法，第二个心所有法，第三个色法，第四个心不相应行法，看到吧？哈、啊，那么一二四这三类叫做心法，然后第三类呢？叫做色法，色法就是，物质界的啊，物质界的。然后心法就是精神界，啊，那物质界跟精神界这合在一起，全都是世间法，全都是凡夫的法。然后，第五个才是圣人的境界的法，叫无为法。好，翻回去第八页。这个阿拉伯字的第八页，翻到前面去，应该是说后面了啊。看注释哈，第一条略有五种，这个略就是大略，大略而言，大略来说啊，可以分成五种。这就是指，如果要细分，这意思就是说，如果要细分的话。还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类啊，那现在大致的把这个宇宙间的，应该宇宙间的这个物东西有多少啊？太多了，对不对？那你要分类的话，分成五个多不多啊？不算多，很少了，对。所以是大致的分一下。那如果要细分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只是大致的分类一下而已啊。然后看第二条。注释的第二条心法，心法又称为心王，啊，那也就是八识啊，八种识，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第七摩那识，第六意识，然后眼耳鼻舌身前五识，这样的，就八种识，为众诶识啊，那为什么八识又称为心王呢？因为这个心好像王一样，怎么样？他就是leader 嘛，啊、哦，他领导一切，领导这个整个心的这个功用啊、哦，一切心的功用呢是由他而起来，所以称为心王啊。这心法也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源，一切法皆是从心法中生起来，所以经里面说心生。故一切法生，心灭故一切法灭。如果你心生起来的时候，那么一切法，就一切跟它有相关的法都会生起来了。啊，那么如果你心灭，你某一种心灭掉了以后，这个心不是说一切心，而是一种心呐。啊，那么你那个心灭了以后，啊，一种心灭了以后，然后一切法就都灭了。而这句话，以前我都不会想到要讲，这还是要讲，要不然你都不懂啊、哦。什么心生？譬如说欢喜心，你若欢喜心生起来以后，但是跟欢喜心相应相同的很多，它就会跟着全都起来了，所以叫做心生，就一切法，一切跟欢喜心有关系的都生起来了。那我们就还是要看那个白法表。第八页啊，
欢喜心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欢喜啊，不是世间那种欢喜，而是佛法的欢喜啊。如果你念经、诵咒，然后或是法会、参加护摩，然后很欢喜，那欢喜心升起来的时候，有什么这个其他东西跟着升起来了？我告诉你，第一个，我们看那个心所有法有没有看到片形？有没有片形？下面有一个作意处受，我们就看受好了。你那个欢喜心升起来的时候，你那快乐的乐受就起来了，你就觉得很快乐，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刚念阿弥陀佛，我们念得很快乐，对不对？念得你很欢喜，那就乐受起来了。然后，那因为有乐受，为什么有乐受？因为有乐想嘛。然后还有思呢？思什么？思维，乐思维。什么乐思维？你若当然这个你要刚刚有观想才行啦。你有没有一边念阿弥陀佛圣号，一边观想阿弥陀佛的圣像？有没有？有没有？有的举手。如果有的话，就称为乐思，就是思了。所以因为乐的思维啊，所以起乐想，然后起乐受好，然后所以呢，因为这个你的一念欢喜心起来了，念佛而一念欢喜心起来了，所以这个乐受乐想乐思，来自于这清净的清净受、清净想、清净思都会起来然后再看别境，别境欲，就是说欲什么？想要修行那个欲那这个是当然是清净之欲所以你念佛念到很欢喜的时候，那就有想要多念一些就越念越快乐嘛，就好像你吃东西一样这个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是越大。所以你越念的时候就越快乐。所以我每次当你们念佛的时候，我不会只念一下下就完了，就都会比一下下多一下下，对不对？就稍微久一点因为怎么念的这个，当然不是说欲罢不能，但是就是念得很有味道，就多念一些。这个想要多念一些，想要多念一些，那就是欲，就是念佛之欲就会起来了。那欲什么？换一个通俗一点讲法，就是胃口。你念佛的胃口开了，所以就要多吃一些，那就是多念一些了，这样的吧？好。然后圣解这个很难这个圣解就是说得到殊胜的理解这个已经是有所证悟的这种境界。这个但刚刚念那么一点点佛，大概不会有了然后念心也就当然是起来，因为你念什么意思？念就是专一不善，就是念了一念专一不善。所以你刚念佛是不是念得很专心？那就是得念了，所以下面你就懂了。定，你要得定之前要先得念，也就是一心不乱。那个念的意思就是一心不乱所以叫得念心那得念心以后才得定心。那你刚刚念的是不是很专心、很专一？很专一就得到定心，但是不是得定是得定心而已然后得定心，如果真正念得很好的时候，又会产生一些智慧出来，就得慧心，这样的吧？好，那么接着呢，因为你念佛欢喜的关系所以产生了这些这么多法。接着再看善，你在念佛的时候，那一定有信嘛，对不对？一定你心中会信阿弥陀佛嘛，才会念得起劲嘛，是不是？你若不信阿弥陀佛，你会念那么起劲对不对？不可能嘛，是不是？那惭愧是不一定的这个惭愧是不一定。你念到自己很惭愧，这不一定了。这个因为你要念佛是欢喜，所以通常不会有惭愧那个心起来，就是欢喜都是 positive 正向的那么信心会增强，然后当时当然是无贪对，你那个心就无贪那你在念佛念那么好的时候，也不会有嗔怒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当时当下是无嗔对不对？当下呢，也
那愚痴心也没有起来嘛，所以就无痴啦，对。那么当下因为念得很起劲嘛，跟我念得很起劲，回去也要这样念才行了啊，所以就很精进嘛，是不是？啊，精拼啊，这么精很勇猛啊，对啊，所以念佛绝对不要念阿弥陀佛啊，两三分钟就困去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摇篮曲。念佛不要这样念，拜托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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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加一挂 accent， 有精神，有 come on 啊，好。精进清安这不一定有啦，不放逸一定是不放逸，因为你这个摄心专念嘛，就不放逸啦。行舍不害，行舍就是能舍，能舍什么？舍烦恼。当时因为你摄心这专一在念佛上，所以你就不会去抓取你心中的烦恼，也不会去想一些烦恼的事，会不会？不会。所以你当下就是放弃了，行舍就是放掉 ，let go 啊。放掉心中的烦恼，所以就行舍啊。那不害，不害，你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去想要害众生嘛，对，这个害总是伤害的意思啊。好，那么再看第四项烦恼，你在念佛念得那么欢喜的时候，这些烦恼都不会有啦，贪嗔痴慢疑恶见都不会有啦，对不对？哦，然后随烦恼也不会有啦，对不对？哦。所以二十个随烦恼也不会有，然后不定呢？这个不定悔啊，你要想一些你令你自己很懊悔的事情。这个悔不是指那好的忏悔的悔，是懊悔。比如说你中了乐透，可是，你只买了两张，那想说啊，我那个前面二十张就好啊。那就懊悔嘛，然后你一边念佛一边在想说，哎，咱那么个给欠两张啊，那个就是悔，这种悔叫做懊，这是懊悔，不是忏悔啊，这不定的是悔，是那种悔。那你念佛念那么好，不会打瞌睡嘛，对不对？就没有睡了。寻视是指心的那个比较维系的动向，维系的。动乱的相叫寻视啊，好，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了要解释心生故一切法生。当你念佛念得很专心、很欢喜的时候，欢喜心起来的时候，你看这一切善法都跟着起来了，对不对？好，但是下面就拍消息了，对吧？心灭故一切法灭。等到你出了大毗卢寺，回到家里，然后，跟你老公讲一句什么不对头的话，那就刚刚欢喜心全都没有了，全部都 cancel 啊。然后，那因为这个，那所以刚刚念佛的欢喜全都不见了，就是这个欢喜心灭，欢喜心灭，刚刚的那一些好的法，一切善法全都灭，这样懂吗？所以心生故一切法生，心灭故一切法灭。那同样的还有呢，这个心生不一定是好心生啊。我们刚才讲善心是就欢喜心生，我们现在讲，如果说是嗔怒的心生，哇，那也有啊。嗔怒的心起来了以后呢，也有很多的坏的法都跟着起来了。对，我们再看一看吧。比如说你若嗔恨起来了，嗔恨心起来了，那个受就是苦受了，苦受法就起来了，苦想也起来了，然后就苦思也起来，苦思什么？你阿罗苦苦心都是想一些难过的事情，对，所以，那么别境里面第二条，这个欲啊，这个欲就没有了，这个欲圣解念定慧这全都没有了，这因为这都是好的东西嘛。那你因为你心里嗔恚，所以这些好东西全都不会有，啊，
然后善法也全部都不会有，性惭愧清啊，这个是全都完了啊、哦，全都完了，一把火把功德林全烧光，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呢？烦恼随烦恼都起来了啊，烦恼这个贪嗔痴慢疑二见呐、啊，这是不一定啊。如果是嗔怒的话，那个嗔就起来了，但是跟嗔有关系的贪就会起来，就与贪俱生的，不，与嗔俱生贪，应该怎么讲啊？因为你现在是嗔怒嘛，对啊，所以与嗔俱生的与嗔俱生贪，就是跟嗔同时生起来的啊，那个贪就会起来了。那下面一样啊，这个吃与嗔俱生吃也会起来啊，然后与嗔俱生慢也会起来，与嗔俱生疑也会起来，与嗔俱生恶见等等啊，然后烦恼也是一样啊，因为嗔就是愤恨，愤跟恨是都是嗔一类的嘛啊，那些都会跟着起来啊，然后那因为生气的关系嘛，所以哦，我们就看最后一个好了哈，愤恨负恼，看他的恼，因为你嗔怒啊就会恼嘛，就心里面就很恼啊，然后奸，那奸是什么？奸就是小气啊，那这个时候你很生气的时候，人家要问你什么法上的问题啊，没有心情了啊，对不对啊？你就不会想要讲，就会谦呐、啊，或者说，或者请你帮我做什么事，你别供，对。然后狂呢，狂因为嗔怒的关系啊，所以会骗人呐、啊，有时候就会骗人呐、啊，啊，那等等啊，种种恶法都会起来啊，乃至于比如说懈怠放逸啊，你生气的时候，你还想会要做功课啊，今天那。明天再跟他这里请教好了啊，这样的补修这样啊，放逸懈怠啊，思念散乱啊，都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与嗔俱生这样的，所以恶念起来的时候，种种恶心都起来了啊，所以心生故种种法生。心恶心生，故种种恶法生。这样，那么反过来呢？如果恶心灭了以后，这些种种恶法也就都灭了，对不对？那你很生气，然后气得半死，就去睡一觉，明天早上就忘掉了，那就所有的恶法就忘掉了啊。这样，不过不一定啊，有的人不一样啊，有的人一气可以气5天7天这样的啊，然后那个脸都很庄严很严肃啊，都敬语啊，这样的，跟他老公或者跟他老婆敬语这样的，那种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冷战呐、啊，冷战会令人发狂啊，你知道啊，与其冷战不如热战，好好的打一场。打伤了去看医生，家具打坏了再买，比较快，要不然一冷战相续2个月，我这个会疯掉，对不对啊？那就是什么精神虐待啊？好，我们刚刚是看到回去了哈，第八页是不是？啊、哦，阿拉伯字第八页嘛，哈，我们看那个第二条哈，心法，心法又称为心王，也就是八种事。那这心法也是一切万法的本源，一切法皆从心法中生，故啊、哦，就是要解释这一句嘛，哈、哦，
心生故一切法生，心灭故一切法灭。这样子，这句话现在懂了，对不对？啊，以前的话就跟他丘山沟啊，你都给起来，对吧？啊，我以前都不会想到要讲这个，这样讲，因为这应该懂的嘛，对。不过我以前才 take it for granted 啊，说应该懂，其实不会懂的啦，啊。所以你看，这维识很好嘛，对不对？你若不这样子，这样子分析的话，分解的话，你如何能够懂得这一句经，这一句经句的意思？你没办法懂啊，知道吧？对。当然了，我也因为深入里面去研究，所以我能，然后把它弄得差不多有点通达了啊，所以才能够这样子跟你们解释。否则，我自己知道要跟要告诉你是两回事，对不对？你当老师的人就知道了，对不对？啊，你自己不是完完全全融会贯通的话，你没有办法讲的让人家也懂。对，那如果学生不懂，就表示老师自己也没有搞得很懂。啊，好，再往下看，而一切法皆是心事之所变现，这一切法都是我们的心变出来的。我们的心好像魔术师一样变一切法啊，从一条手帕变一条变一个兔子出来这样子啊，然后再把兔子一盖就再变成一只猪出来这样子。好，因此呢，唯识学中称心事为能变，我们这个心是能变的啊，魔术师。而一切法为所变，那就是所变的兔子跟猪啊，哎，那又以一切法皆是心事所变现，所以呢，除了心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得，啊，那这个我们还是用那个魔术师来讲，那个魔术师，他所有的就是他的手法而已，然后就是一条手帕，那个手帕是真的，但是那个兔子跟那个猪啊，都是骗人的，那都不是他变出来的，本来就有的啦。然后他只是障眼法这样子而已，哎，所以无有少法可得，并没有真正的兔子或是猪是他变的，这叫无有少法可得，哎，那个都是什么虚妄幻化这样子，虚妄幻化。什么叫无有少法可得？就是虚妄幻化。虚妄幻化，虚就是不实嘛，妄就是不真嘛，啊，那么幻化就如幻的变化这样子，所以我们心可以变化一切东西出来啊，但是都是不真不实。一切法皆是自心现影像，自心现，自己心里面所现出来的，啊，那实在外面实在是没有的。譬如说什么，就如同做梦一样。什么叫梦境啊？梦境就是自心现，自己心里面现出来的东西的一切境界啊，自心现或是自心见。自心见，什么叫自心见呢？你自己心里面看到自己的东西，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你看到种种境界，那就是自心所见，啊，那外面的人看，意思就是外面人看不到。那为什么外面的人看不到？因为外面没有这些东西嘛。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很真实啊，怎么样？你捡到200万啊，比如说啊。你中了乐透啊，要不然就是你被人家追杀啊，对，都很真实啊。醒来的时候还吓得半死，对不对？哎，我梦到鬼啊，对不对？哎，但是别人都没有看到啊，别人看不到啊，所以自心所现啊。然后捡到200万，醒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对不对？那都是虚妄的嘛，自心所现或是自心所见，怎么见呢？哎，
在梦中见到一捆一捆的新台币1000块这样的，那就自心所见的，但是那个时候虚妄见啊，不是实有的。好，那么所以叫做自心的相分，自心所现的相，相分就是所现的相的意思。所以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啊，这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都是心的变化出来的，叫做三界为心啊。万法为识，一切万法变来变去呢，但是都是也都是我们的八识所变现的，所以叫万法为识。好，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